我们今天最好听的歌会请到赵雅芝老师吗？对，当然你们看到了路透。是的，我们赵雅芝老师不仅有白娘子这样经典的角色，还有我们上海滩里的冯程程，京华烟雨里的姚木兰，还有戏说乾隆里的陈怀秀。哎，你看太多了。是是是，这么多的好作品，那么赵雅芝老师她将会唱什么样的歌给大家呢？青城山下，青城山下。哎，我觉得陆河和张远的串场真靠谱。由巨好开的新捷达 SUV 邀请巨好听伙伴赵雅芝登场，让我们一起美好生活，一路捷达。把优雅刻在骨子里的女人，我们欢迎我们的女神赵雅芝。Hello， 大家好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刚刚在看雅芝姐的这个荧幕形象，突然之间她出现了，会觉得您好像就是从那个剧里面走出来的一样。不是这个节目的名叫做《剧好听的歌》吗？所以我从剧里面出来了。是。对面都是您的迷弟迷妹们啊、哦！对呀、啊，刚才我唱歌的时候也看见大家在一起跟我唱，一起在那摆手怎么样的？谢谢哈。跟您介绍一下，其中有一位叫胡夏，来招个手。Hello，Hello。
雅芝姐。还有一位穿蓝色衣服叫张远。这两位在我们节目之前的几期当中明确的表示，您所饰演的角色和您本人都是他们的女神。没有没有，谢谢。好像还看见古巨基是吧？是。嗨 ，hello hello， 好开心见到你啊！好开心见到你啊！那今天我们可不可以给后面两位一个机会，让他们圆梦来到舞台上，跟您多多互动一下，可以吗？可以呀、啊，可以、啊。多多互动。恭喜恭喜！对对，我也想拍照。显眼泡，你看他们俩，感谢，好想扁他们。来，有请两位。特别欢喜的梦是件特别喜欢的人。现在是两位巨好听歌手的圆梦时刻，深度好睡眠的喜灵们，有请胡夏、张远。